不要再去拍七包的金针菇了啊，咱家这个金针菇都已经发到了八包，不是80克，不是100克啊，而是足足200克的大分量。现在呢，主播再兴请一把啊，给大家做一个5块钱的优惠券，咱立减5，14.9块，到手是整整8大包。这个是香辣口的啊。它都是这样的小嫩芽啊，没有后面那段梗。厂家控价之后，咱这个优惠券就不能做了啊，趁着这活动咱赶紧去拍单。